刚开始。后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队长。队长是专业爬山的，你爬多少年了，队长？十年了呀，就爬落基山爬了十年了呀。山上的这个雪水化了之后就进这个河里面了，然后呢就这么着趟过来。太棒了，这个冰山水真的是太酸爽了，趟过来雪温绝对是零下，绝对是零下，对吧？我也是过来之后这个脚啊废了，穿着潜水袜也还是。真的好几层的。不是，它这个水啊，一冲啊，就把你这个本身皮肤那个保护层，那个保温层给它冲掉了，就跟那个风，就那个温修一样的。嗯。它就是那个作用，就说你有。那队长说他不冷啊，他那个。身体壮，我觉得是你个人身体素质，你不要坑我们了。我们花了钱去买了之后，发现不是一样的感受了，客户体验完全不一样。过了刚刚那片树林跟水，然后到了这个石头的路上面了。大家把鞋子挂在这儿，然后。回来的时候能找着，就是继续穿这个鞋过河。然后你看，往这边去的话，都已经离山顶蛮近了。因为这个海拔比较高呢，所以啊，已经上面都是积雪，